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座山，我那座山是全香港最高的大帽山。行山其实跟做人一样，梗是有上有落，有风有雨，最紧要是饮水思源，最难得是有人雪中送暖。啲人冻冰冰行到落嚟咧，有杯热嘅嘢饮已经好满足啦。其实咧，我做多少少嘢有咩所谓啫？我女人就系一对手，凭乜嘢守住个山呢？最大嘅心愿系守住大家嗰份情。我系大帽山莲姐，但系莲姐唔应该净系喺大帽山。呢份莲姐精神 ，Bonacqua 率先用行动支持。早喺2018年9月，全港首部 Bonacqua 加水站已于户外试行。除咗有冷热水供应，水质仲获 NSF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认证，系100%优质嘅 Bonacqua 矿物质水。喺2019年开始，全港加水站数目更会添加至300部，为每区加添温暖。以后自备水樽就可以一同参与环保。一同体验呢份香港独有嘅莲姐精神。Bonacqua 为人心保温。